给兄弟们分享一个打单排极为变态的小技巧，让所有的老六在园林里面都将无数队形。这边哎，奈何桥刷出来了，然后咱们走到下面一个跳跃加攀爬。这个时候园林里面所有建筑物模型全部卡透视了，但是人物模型却实实在在的飘在了空中。本来这些老邓们是准备等我走了之后偷偷摸摸的过来开个职员，没想到现在直接被我揪着打。最夸张是咱们还可以结合地图给到的信息，区域内还剩余三个人了，咱们就可以接着来看一下。我就说嘛，怪不对劲儿的，原来是这个小子又背着我飞回来了，那就只好被用疫苗点架好再死一遍。当然要数最搞笑最离谱的还得是这一波，我本来拿完物资已经打算开溜了，结果这小子搁这装人机勾引我。但是不得不说，哥们儿你好像勾引错人了吧，我就随便瞟了一眼就确定了他的位置，而他呢还趴在原地有点蒙圈，好像是考虑着溜我，但是感觉怪怪的。怎么对面的知道我位置呀？站起来以后拔腿就跑，随手往楼梯口丢了一个蔓延火，成功蔓延到了自己身上，然后被迫翻下去拿下他的人头。跟我学习狗分运营准没错，你们看我现在的战绩几乎把把都在上大分，我自己都没想到。总之我的目标是挑战 2KD 封神，希望可以成功吧。但是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要稳住心态，不知道为啥我在 Q 区打十把单排就得被全十一把，可能这就是特色吧，我也没什么办法。就比拼舔包手速，我们支架玩家可有话语权了，三个手指一起点隔壁那小子直接傻眼。因为比其他对手多的是三阶套，所以说我就比较嚣张，主动找人去干架。结果我勒个擦，差点没打过 UZI。 不是吧，咱们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把年兽召唤出来，看看能不能开一个谷，咱们上房顶打架。但是我这怎么还走到哪挨到哪，真手动帮我刷上治疗量，让我评分更好看一点吧。原本我是在这里卡视角的，没想到什么时候暴露了，他直接掐着顺暴雷走过来。人家真的好怕不要这样的粗鲁，但是怎么玩这么脏啊，还想蹭我的骨飞上来，结果没跳起来，真的是活该。还有冰龙这几个小子们，我已经注意你很久了，在这个房顶一战，只要他们敢动就得死。正当我以为一切的一切都将顺利的发展下去的时候，光子请求增强喷子后坐力。哇，他这明明就是炸呼一枪而已，还要过来给我拳一下吗？而且我感觉他妈夸的，每次受伤的都是我自己，好不容易轮到我装小兵耍帅的时候，哎呦怎么又是这样啊，不是这到底让不让人玩了。复活出来以后为了赶紧发家致富，我也是直接不要命的过来追个空投先。快看天上有灰机，虽然只是感觉有点像刚刚圈我那个小子，但是血海深仇不得不，我先摁他一梭子再说。这有装备有物资以后咱毕竟是个上分人，没事就别出去乱晃，找坑蹲着得了。并且我跳跃的山头都是有讲究的，偶尔收一收小愣头青们的过渡费还是 OK 的。这边听到车，咱们就提前埋伏到树下架好疫苗点，关于能不能扫下对面也全凭运气。但是明明我这边已经是疯狂输出的枪声了，怎么还有不怕死的想过来瞅一眼呢？你瞅我就让你瞅呗，代价就是自己的命。突然收到了一个极为不幸的消息，这不是全我那个吧，你最起码坚持到跟我活着相遇啊，我还指望着向他发起复仇呢，这就没意思了。现在新的安全区已经刷出来了，如果你要多的话再圈扛一下也不是不可以，但是我现在动身就想去圈面收集一些信息。看到这个蹦子车停得如此诡异，没错兄弟们，就是你们想的那样啊，他的人在黄草堆里。主播当时是属于短暂性失明了，好家伙差点从人家头上压过去，我自己都觉得有点不太礼貌，不出意外直接就挨了那么一梭子。但是我这到底是来到什么奇奇怪怪的地方、啊、全是老伏地魔，而且这个我还在原地杀过。隔壁的亲兄弟够意思、啊、莫名其妙就把信号弹射到我脸上了，然后他居然又打算再次爬过来溜我，而这个距离刚好就是穿草的距离，他光秃秃的爬在那里，我看得一清二楚。真的就是这样，赛季初前两天高手说实话你撞不到几个，反而全是这些想上分但又不知道该怎么上分的学生，一般还没见面呢就趴地上给你开几梭子黑枪。我仗着决赛圈有一辆跑车就搁这为所欲为嚣张跋扈，但是你们看看他对手的枪法吧，也真不是跟你们闹着玩的。我潜意识都快认为我冲到前路特斯就是无敌了，这一下就给我扫懵逼。咱们赶紧先封烟打一下药，还意外捡到了一个绝世肥包，施主的 P90 我可就笑纳了，因为我是一步一步慢慢往圈里面推进的，殊不知危险早就降临了，得亏我瞅见他，不然他早就干拉过来给我打了。他知道我有所警惕以后也只能低调一点，朝我甩了两颗雷就打算一走了之。但是他这都是3岁小孩的想法，我怎么可能会与施暴者和解呢？对着他可能出现的位置甩一发洲际导弹直接拿下。现在场上还剩下最后三个，正好前面两个还干起来了，我包里的5颗手雷就是中距离劝架神，先一股脑的往那个烟里面砸过去，直接给这小子自救器都炸出来了。但是我现在不能太着急去补，因为你们看那个烟雾弹的轨迹，剩下一个老逼灯就在我附近，如果强行拉过去补烟雾弹的人可能就要被坐收渔翁之利了。不过前面这个人刚好还不在圈，他在那个烟边坚持老大一会儿终于顶不住了，他弄了个小缝就直接被我拿下了。与此同时我这波开枪也暴露了自己的位置，赶紧开车拉下，这个小子手雷已经甩过来了，我想着他应该在地上趴着就开车把他位置给骗出来，但是跑车太矮了根本挡不住子弹，差点就让他大喷给反杀了。这要是真嘎着我以后就只开吉普车，侥幸吃惊。